如何法币充值。在进行充值前需要完成初级实名认证。打开币盈 App， 进入买币界面。这里可以选择自选交易或者快捷交易。自选交易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任意选择一名商家，快捷交易是根据自己的需求，系统自动匹配商家，但是价格可能不是最优。进入自选交易界面，选择一名商家，点击购买，输入想要购买的金额或者数量，点击确认。选择一种付款方式，这里显示的是银行支付，点击右下角去支付。在这个界面可以看到商家的实名信息以及银行卡号，根据显示的信息进入手机银行去转账即可。转账成功后，返回币盈 App， 点击右下角已付款，完成付款操作，等待商家放币即可。商家完成放币后，可以在资产买币账户中查看到账的 USDT。 以上为充值教程，感谢观看。